還要流嘴暖啦！哇，真正好吃好吃哦！诶、欸，现代人哦，对食物件实在是足够享受的啦。美食啊，啊，讲到食物件，规个精神拢来。下班赶紧来食，放假赶紧食。咱过去讲是科技有无？台湾叫做科技的岛啊，宝岛啊，将来毋是科技，将来叫做美食啊。世界，世界各地观光客来到台湾。 为特要食物件，哦，因咱食物件吼，是太有家己嘅想法嘞，哦，有俗嘅、贵嘅，啊，各种嘅口味啊，因为过去伫大陆嘛，啊，迄阵大陆来到台湾嘅时阵哦，国民党来嘅时阵哦，将全大陆嘅只好吃物件咧，拢总集中伫遮，咱佮经过这几十年过来改良，佮再加上即、這个国际性嘅即个口味咧，哦，咱只足有竞争力嘅，哦，所以咱台湾即嘛最爱食。 但是有当阿食了会过头，台湾其实也够好。即摆上届较开钱个呢？伫倒位呢？大陆，大陆，我拄好问问交做朋友，讲咱一袋刀吼，咱若讲要办刀一袋刀，有食偌济？你若讲一袋刀食一日两万路，我都惊死人啊，对、欸、不？诶，伫中国大陆啊，伊讲吼，一个好嘢人啦，喏、哦，伊办一袋刀吼是。 人民币三万八，将近四万，四万呢？那算代票，咱算到五倍嘛吼，将近二十万，将近二十万，啊，一袋都三万倍，一般几袋都呢？一百多，所以呢，结婚跟他借，跟他借三百八十万，哦，诶，人民币，所以三百八十万，咱那个算到四百万二啦吼。 啊，四百万来算的损耗，就是将近不多两千万。你讲哈、啊，这够开始，哦！即马即个时代就是安尼，嗯，真有啥奇怪？根本都无啥物奇怪。我跟你讲，所以即马真正上到开始，个，专世界公认，因为即马所有钱哦、喔，热钱呢，拢在大陆啊。所以大陆的观光客哦、喔，去到世界各地哦、喔，迄、那个真正迄大妈买黄金啊，你看新闻就知影。 迄阵拄啊，金仔咧落诶时阵吼，伊讲吼，即、哦、大妈咧呗，金仔吼毫不手软，是吧？咩咩金啊，笑咩？伊讲迄种好假吼，迄是你无法度通想诶，啊，因为、哦啊、去统计，因为这已经变做一个无正常诶现象，你知无？所以大陆诶社会学家嘛开始咧研究，咧研究讲，诶、欸，啊即开钱呐，一种开发。 安怎开？食一顿饭，咱拄仔来讲咱美食王国嘛吼。因好野人一当食一顿饭，是公务人员一年诶薪水。你也想哦？看恁社会问题看偌严重，你即嘛咧公家机关上班，公务人员，你上班逐工哦，准时上下班安尼做一年做甲要死去，人食一顿饭，就甲你一年诶薪水食掉，你敢无法度忍受？ 所以即种来变社会问题。所以圣经讲，讲得莫世阵哦，人有一个现象，人呢爱食爱啉哦，爱过一种生活，爱享受啦。所以哦，享受毋是好代志呢。圣经讲，莫世阵人爱贪多者享受，即个是莫世一个特色。但是你爱开钱，人，你也无了解讲，毋、嗯、啊，我有钱通开有啥无好？毋是安尼讲，哎。 有钱要开，你也看你安怎开。所以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即个关心社会、即个社会学家，因开始研究，因讲即将来是一定要出问题。我拄话讲啊，你一年的薪水，人食一顿饭食掉，你讲将来即个社会敢有可能会安定？一定无安定嘛，因为我不平衡嘛。我另外无公平嘛，啊哪安呢？哦，我做甲要死去，人一顿饭，感觉一年的薪水就都拢食掉。哦，像我有一个。 大陆一个小姐，叫台商哦、喔，台商啊啊，因为即阵有一段时间台商生意做得袂歹啊，所以叫台商咧，伊讲哦啊，我穿衫吼，凈猜一领衫拢是几多十万的啦。伊一领衫咧，拢是一般人工作三个月薪水，伊穿一领衫。啊，阿、啊、你来讲，伫大陆个北京来讲，北京那面咧，伊讲哦，什么款的汽车拢有啊。 那人台湾讲哦，你说这百万名车对吧？哦，你说这台车是真百万呢？哦，你一百万使咧路顶行嘞哦，那就叫做豪华的轿车。伊讲，伫中国大陆呢，基本上因是那无一千万的车，你袂当叫做豪华轿车。哦，那无加一千万的车拢是普通车啦，唔太出来，唔通出来跟人咧写事情啦。 以中国北京来讲，因讲吼，伫北京，什物叫做好业人呢？好业人诶标准吼，第一，至少三间厝，啥在还三间厝啊，正简单。第一间，伫市区内底上精华地点，你爱有一间套房，迄是贵敢若深嘞，迄、那个、土地贵甲要死去。所以吼，头一间，你来去市区有厝通住。 你若讲我是好一人，好一人，著、就是代表。你来到市区，我市区交通方便诶。嘞。我市区是一间套房哩啊，啊，你住啊住啊市区，安尼阿无够。第二间房，郊区还有别种。所以拜一甲拜五住咧市区诶套房，上下班方便。拜六，行，咱来度假，爱伫北京诶，郊区，你阿有一间别种。 你讲哦，嗱你做好嘢人，抑個无够市区一间，舊区一间，抑個无够。无够，你知北京即个所在咧，愛為传统嘅建筑，所以第三間厝，即、這个难度就较悬啊。哦，你要买别裝啦，你要买高级嘅即个套房哦，即种有錢都買得到啊。你讲第三間厝，你要有即間厝，你则叫做是好嘢人。第三間厝叫做四合院。 阿、啊、你有歹无？啊，你有一跟咱的传统迄、哦、像咱较早台湾的砖卡有无？四合院砖卡厝哦，讲迄只是代表北京嘛。所以你若讲伫北京咧要做好业人，你系三间厝，啊，除了这以外、哦，恁厝吼爱搁收藏真济名画，啊，袂当收集假、啊、呢？爱原作哦，著、就是讲迄幅图，著、那個就是真正人亲手画迄幅，伫阮兜安尼。 工艺较精，有錢啊，所以爱厝爱有一个艺术品，啊，艺术品的档次啊要够高，是吧？要高档的啊，啊高档就对了，所以你讲，今天大家讲，哇，你这真的假啊，像讲领导除了有三间厝以外，爱哥亲像干那故宫博物院，哦，爱有一挂高档店内底，也来无多些当今世界有名的这个画。 啊、你讲，啊，啊，这是对对来啊！当然是去富士比拍卖会啊，去甲人画个标到等下，去甲人抢到等来啊！无、啊、怪这艺术品吼，价值愈来愈悬哦，著、哦就是拢遮好家人买去啊。嗯，所以你要来探讨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现代人恁恁要来遮爱即种物件咧，答案足清楚啊，这毋是咱甲批评哦，这是即个社会学家在咧讲讲，因为吼、哦。 社会转变了伤紧，人吼失去了家己嘅价值，所以为着要表现，我是有身份地位嘅人哦。所以呢，转用即种生活，想欲来提升家己嘅地位。心内空虚嘅人，惊人看唔起，所以嘛有人去采访讲：“啊，恁这只贵，恁那开钱唔是安尼开，得到啥物答案呢？”伊讲：“我哪不呢？我无开这种车。” 我出人、啊、人一我去人看我无起啊，人也是你讲我无好起啊，我被人王看无起，所以吼、哦，无论如何爱买這种车，哦，啊送列吼，送人列边吼，哎，不可以太寒酸，记得要送，爱上名表，哦，名笔，要送，就要来上这种高档的就对啦。爱互人手头顺安尼哦，爱有即种感觉，你知道？其实看起来是足好起啊。 但是心经讲什物，心内足善巧，足善巧。所以吼、哦，逐个拢安尼打肿脸充胖子啊！这已经变成个社会文化，你知无？啊，有一个介好笑，因为吼、哦，搞尾赢吼，因已经规个社会一种风气，就是讲，大家拢加家己做好起来就对啦。啊，啊，咱啊讲话拢爱安尼用钱要人结死安尼啦。吼、哦，讲起摆呢，有一个太太，爱落去去西写讲，想欲。 买一台钢琴啊！其实伊也毋知啥物钢琴啦，伊根本也毋知影啊！伊伊都较早都买个水准，咱讲下讲下，陪读时啊呢啊，啊，所以去甲人学钢琴，伊嘛毋知啥物钢琴，甲人成讲即摆流行啊，买一个琴给小孩练练琴吧啊！啊，我囡仔当练琴，所以伊嘛去。啊阿姨开房无？其中人看啥物一台琴？啊哎，台琴是足贵诶琴啊！伊毋知啊？哎，经理啊，阿侬讲做啥物来啊？讲哎，太太不好意思。啊。 咱们这钱都很贵的哈、啊，所以您这个东西不要放在，对吧？我帮您放旁边吧。一直讲，我这金龙这贵啊、哦，你这物件给在家。嚯，这太太了干嘛哭？你看不起，没看不起呀？啊,啊，你说我就要放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贵是吗？啊，我刮，嚯嚯，就派你知啊，我唔敢坑你啊，嗯，我都被帮了我都被用了怎么样？啊，大不了我买嘛，哦，就派啊。 我买啊，啊啦！你贵，我贵，我贵。我,開我你甲我讲，我说我买回家啊,啊！我本来就要买，今本来出来就是要买一台琴，对吧？听人讲什物雅马哈，对吧？雅马哈一台琴，做代票做十万年嘛，对吧？即当啥了不起啊,啊！你这是啥物琴？听人讲啊，潘 Sir，我这台琴毋是什物雅马哈即款的，阮这是德国的哦、喔，这足出名的一台琴。讲，我贵，我贵，我买，我买啊！怎么样？ 两万人民币，三万人民币，四万人民币。结果对方讲：“我这是雇了十万。”“你来得，现在这里变掉去啊！”“你骗人，你乱讲，你坑人。”因为一公都无钱啊，一无遮侪钱啊，一惊掉你知道，因因为根本都毋知一台真正的贵个钢琴是偌贵。哎，一台更金个讲七八万，黑无超贵啊。你两公一台较好的琴，伊根本毋知道行情啊，所以搁底下咧讲。 我说没当扛，我忙我话我买安尼，结果吼阿达死啊，迄落尾背未起，迄、那个新闻后来毋知哪安那收煞，我是毋知，但看到足好笑诶吼、喔，所以亲爱朋友吼，毋、喔、是真正讲咱用咱世间安尼讲诶，讲，啊用钱著都甲人急死人安尼吼，这安尼、喔、其实是毋对的。现在咱人，那叫你爱享受，但是袂晓去爱上帝咧，即就是圣经提出的疑问啊。 咱人敢那爱享受，无爱上帝，心灵就空虚。啊，这个到底吼，谁若爱爱上帝，这个原因呢？要看在哪里。欢迎进来老三星星、哦，到三毛直播，新疆白纸乌鸡，小孔哦，够不细孙哦。 人是爱食、爱啉、爱娱乐，无爱上帝，无爱上帝，这啥意思？为什物咱人那会爱食、爱啉吼？这其实足容易了解呢。第一，有人陪，因为现代人心灵孤单，所以呢有朋友陪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在啉烧酒，迄个拢啉袂济啦。啉烧酒一定朋友爱食个拼烧酒，你捌听过无？烧酒用拼呢？我甲你拼，拼看啥物人较好啉。 哦，所以有朋友做伙，未孤单。所以咱人爱安乐，其实背后是啥物？爱朋友，爱肯定，爱博下声啊。第二呢，头先是爱有人陪嘛，对不？第二呢，咱爱有人甲咱服侍啊。咱袂当讲哦，我来叫阮太太煮啊，大家伫遐食，很有意思。当然是去餐厅食啊，啊，食食咱就做咱走啊。哦，到顶哦，我因去收就好啊。 啊，咱要买菜，免煮，免传，免洗，所以咱是变呐，爱有人甲咱服务嘛。咱做人要享受，是讲我拢毋免做，拢别人做呢。这是咱人类一种足奇怪的心态。迄个古早，皇帝制度啦，皇帝著是讲我拢毋免，我从对对起床开始到暗时啊困，我拢毋免我来，拢别人替我做，迄叫做皇帝命啦。逐个形成讲迄好命啦，迄未输干若皇帝咧。 什么代志拢有人替伊做，吼、哦，这是作悲哀。咱人吼、哦，感觉讲有人服务我,我，我才有尊贵啦。第三，是安在咱来炎热吼，除了有人陪，有人服务以外吼，最主要吼，爱、哦、有人给你肯定啦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若看到这个场面的话，咱叫小姐啊，是毋是？一定拢叫，哎哟，帅哥，一定甲你讲安尼嘛，一定是安尼嘛，爱、啊、定咧讲，阿、啊、当诶、欸，壮诶、欸。 一定拢甲你捧个真高真高嘛，无可能我这个小姐来这咧真白目啊，叫你林先生拜托诶，迄、欸、无可能啊！一定拢甲你捧个真高，甲你叫大帅哥，你好帅哦，哦,你有,哦你有这气质咧，哦你这个赚钱诶，哦你这个读书咧，哦一定拢甲你使。啦。所以咱人到底要什么？简单讲，咱要钱钱。哪 享受迄个别人欣羡咱迄种眼光，讲起来咱人是足悲哀啦。哦，咱家己内底无自信，咱是透过迄种诶场合，透过咱咧食、咱咧啉，咱别什么，别自我肯定了了啦。所以圣经做一个比较，哦，保罗就对提摩太讲：，告莫世尊吼，人是要告退的啦。人只要若爱神，咱就得到满足，结果人无爱。 人走去做啥？爱食爱啉嘛，爱安乐啦，好，爱享受一种食饭嘅气氛，因为呢种气氛内底吼，咱嚟感受家己做成功，咱嚟我读自我肯定。所以保罗讲，伊无了解，世间人无了解，做人伫世间最大嘅肯定对叨位来呢？对上帝来。所以你啊，爱神呐，你讲我们圣经安怎讲？圣经教讲，咱信主嘅人。 尽力，咱诶，尽心尽性，尽咱诶所有诶爱上帝。即是甲其他诶信仰足无共诶一个所在。哦，咱真少听到其他诶信仰讲你爱迄个神，无？因为一般诶宗教，咱甲迄个神是无关系呢，是伊是神，哦，啊我是人，我甲伊拜是安尼尔，但是。 圣经讲的信仰无共款，圣经可能讲上帝是咱天顶的老爸，伊疼咱，咱家伊是有一个足亲密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咱来当对上帝讲我爱你，这里其他嘅信仰你看唔到，因无即种教义啦，无即种教导啦，迄是落尾慢慢慢慢有的信仰。嘛，感觉讲基督教种讲法袂歹吼，所以嘛，即满嘛开始咧讲啊，咱着爱爱爱咱的生明吼。 慢慢咱即摆有时阵我也听到人安尼讲啊啦吼，但是我也毋捌听人讲你着爱七呀八呀吼，即、哦這个咱毋捌听过，爱利爱阎罗王，即、這个我是也毋捌听过哈哈。但是真正诶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诶关系，所以保罗对天王太讲，讲呢，教不随顺，人毋知影爱找神，人毋知影讲甲神爱建立一个好诶关系。归本性，经日甲咱讲诶是咱爱真心。 来爱咱的心，因为当你咧爱上帝的神，你的生命才有满足。所以你若只有个当做一个神啊，来拜去教堂坐坐咧，和阿拉无比一个十字架，下拢无较做，下拢无意义。因为最主要，上帝甲咱的关系咧，又是一个一个爱滴内面。所以曾经讲，你要来爱上帝，当你爱上帝神，神上帝甲你才有真实的关系。你若跟他拜上帝，迄无够。 圣经讲你毋是拜上帝，你系爱上帝，迄是无同款诶关系哦。拜上帝就是讲，伊是神啊，我无法度。我是一个普通人尔，看到神敢那看到皇帝嘞，今日今日我活万岁万万岁，哦，紧拜安尼，迄叫做拜上帝。但是圣经讲，你得爱上帝，你要爱一个人，你要了解伊，你要爱上帝，嘛是爱了解伊。所以圣经鼓励咱咧，爱来认捌上帝，爱来了解上帝。等咱啊认捌上帝，了解上帝。 咱遮我都来爱上帝，当咱在爱上帝诶时阵，咱诶心才会得到满足。所以当一个人爱神诶时阵，迄种诶喜乐平安，迄、那个外口去外口，安尼穿㞗咧足贵诶衫，开足好诶车，啊食足贵诶物件，要得到人诶肯定，迄是完全无共款。世间人用贵族诶生活，用即个开足侪钱诶生活，要得到主嘅肯定。 但是到最后，心灵更加空虚。在社会学家长讲，这将来社会一足大的问题，哦，因为好些人的心态，并不是健康的一个心态。只有好好的爱上帝、爱人，你若爱神的人，你就会去爱人。因为圣经讲，你不但跟他爱上帝，你也爱别人。所以你若真心疼神，你一定和上帝感动，你也去爱别人。这个世界真系好大啊，咱的心真系特别满足。 所以一切答案都是 D，I，后几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、so,。一，十两倍，十两倍，六卡 许下啦，许下,下。啊，什么？小阿妹啊！哎，这边这边，大家可能要困难啦。好哦，我、啊、在，我在、啊。哦，阿丽唔能够唱。让我们呼到一声晚安。这这这条慢点。晚啊！这这这条慢点啊。慢哎、啊，你已经吼，就你唱，已经唱超过四点钟。 哎，已经超过四点钟，所以哦，啊，无咧，啊，不过大家拢足爱听咧，拢爱我继续唱落去咧。是是，什么人要爱听啊？哎、欸，你莫看。 警察也、啊、无来开单，迄著、哦、是表示无人去报警察，啊、表示爱听我直直阿姑阿姑阿姑落去啦，阿姑路。哦，落开呀。阿娜，我跟你讲啦，嗯，咱这社区最准时作完的，无人会敲电话报警啦。你袂当讲警察无来开单，代表人爱听，想法、嗯、哦，你啦，我是咧讲你，嗯、是你无福气。讲哦。 正经要听到我唱歌，你敢不知影？嘿，别人爱去买 CD 呢。哎呦，啊、我可唔敢讲哦！你讲我有出 CD 安尼哦？哦，哪哪哪会讲无？即马科技偌发达你哦，我家己壏咧唱卡拉 OK 吼、哦，啊，我就家录起来，啊，录起来吼，就家变 CD。啊、你呦、哦！啊，我家己吼、哦、咧唱歌嘅形影，吼、哦，真水，哦、我嘛家录起来，哦，啊，变 MV，吼。哦哦 喔這個、我对面阮家的电视墙吼，一个、啊啊、放，一个放，一个放，二十四点钟，啊，家己直看，安古噜，安古噜，安古噜，哈哈哈！啊、喔，这款人有呀，国、啊、不哩熬生活呢，有呀，家己真好生活你人都是爱享受嘛，对不对？哇、喔啊喔，你享受的专家意思就讲，啊，多一间餐厅好吃，你都知道就对了啦吼。喔喔 我当然嘛在，到一间的服务生、喔、較遠遠 <laughs> 哦，擦烟斗，我嘛在。我北街也是哦。嗯，啊，你照你讲起来，你若这个享受，啊，出国人拢坐这个商务舱，你毋就坐个头等舱啊？但系升啥？哦，又无算啥？我已经毋是迄个资格啊，你知毋知？哦。我已经家己甲家己升定，坐迄个驾驶舱。啊？迄飞飞机啊，坐我边啊，啊，按落去开讲开讲开讲，啊，塞到位、啊、法国去、哦、啊，尼。哇！ 啊！你生活过到即种水准，啊！你照你来讲，你心中应该是真满足足着啊。你毋知影？人在高处不胜寒。哦。唔是你即款下等人会当感受到我即个情绪。哦。迄到、哦、到一个阶段的时阵，哦，真经非常非常会抗拒。啊！你要举一个礼物，你咧坐。 你坐无人机跟坐个驾驶舱，你搁咧抗议啥物啊？哎、欸，无，我挨你讲啊，因为啥呢？迄个迄个赛飞机个，甲、那個、我讲啊。伊讲、欸、哦，我未当互你赛，哦、我讲我赛看嘛，伊讲袂当互我赛。无啦，这吼老开伊啊，你要知啊、哦，这人享受吼，享受个一个所在吼，会转紧绷，嘿，迄就无法再享受，对啊，最神经有啥？即讲人个背哦，你享受世间个最后会转康熙啊，康熙<魚>、啊、哎呦！ 啊你、喔，恁信工有啥这能力哦？我信工有下去鼓得跳啊？哎呦，啊，本这本歌安尼袂歹咧。哎，啊，我搁研究看卖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研究啦，即卖因为吼，大家还搁爱继续啦，吼、哦。我要继续落去。哦，我无水，我无醉，不醉，请你唔免当情歌。